不行，我们这么今天这个风这么冷的话，坐在这儿一个多小时卖货有点不行的。好了，我们哎呀，要不就提前结束吧，我们马上就你穿衣服先穿衣服。对，把雨辉的衣服拿过来。我的第一反应是要不再穿点衣服。我的第一反应是要不然提前结束吧。对，没事。这儿的风还高台上，还真是有点凉。嗯，你赶紧穿衣服。你那个小身，你那个小身骨一不小心就。现在大家这个娱乐活动已经丰富了，可能看那些。大家现在看这个野戏，大家都没什么兴趣了。我们小时候那一看就看一天啊，对不对？对。我们套上帽子，要不，没事，于老师，你风大，你先套上。对，来，好，各位大家，哎，换成那个小黄车吧，快。好，对。他们故意找了一个风大的地方来考验我们的意志。啊，这个是上来就是卖的货吧？雪梨膏是吧？对，我们喝的这个就是雪梨水，嗯，纯手工制作。好，换好了，把雪梨膏放上来呗。雪梨膏，产品配料雪花梨。食用方法直接食用，涂抹面包，冲水茶、咖啡、奶共饮，或与红枣，搭配饮用。嗯，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的叫赵县，就是赵州桥的所在地啊。对，这雪梨膏，有朋友说这于老师符合这个地方，整天活在了风口浪尖上。对，绝对风口浪尖。风口，这是风口。这个绝对是大风口。他们选址的时候怎么选了个风口？江阴是浪尖。特别好看。好看吗？先要命灾是好看的事情，好不好？只管背景好看，不管主播死活。对，冲着我们不容易，大家赶紧买吧。开始道德绑架了。于老师说：“你再不买，我就把自己冻死，让你心疼。啊”人有一种故意脏产的心理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家人、小孩子跟这个获得关注，对，获得怜悯，对，跟父母为了获得关注，脏产。小时候我试过一次，然后被我妈打了个半死。是吧？打了个半死，你知道吗？我是试都不敢试，你还能试一次？后来再也不干。我要试一次，立刻就被扔到后面河里去了。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所卖梨膏。我前两天晚上卖那个是袋装的，还嗯，对不起，还没有这种整瓶的。这个是整瓶的，大家可能用起来会更加方便一些。崴一勺子冲着喝一喝，尤其是讲话比较多的人。它的配料就是雪花梨，OK， 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对，这两天大家正好需要这个。嗯，你看还有这么不可怜我们的，说背景真的很好看吧，你们就忍一忍吧，就忍忍吧。对，背景再好看，跟我们俩也没啥关系啊，他又不送给我们。你会不好意思，咱们挑一下。啊，调一下。对，就是这个梨膏，你看，对，熬出来的，这是用什么熬的？大铁锅熬的吗？梨膏是要熬出来的吧？对，对，像蜂蜜一样的质地，纯纯的梨，它是蜂蜜和梨放在一起熬，应该是吧？啊，又这个就是纯梨啊，OK。我发现我们到河北来卖的真的是农产品，嗯，是真正的农产品。对，检验报告啊，河北卖的是非常纯正的农产品。对，不是你们昨天卖过那个衡水老白干吗？好像，没有了，今天我们有那个没有了，
有别的酒吗？来慢点呗。哎，好嘞。认识，慢点的话，我们就身体就暖和了。啊，还有大菜的是吧？什么大菜啊？赶紧先上啊，别挑我们的胃口啊！我们吃完了就走了。真的是，真是。现在是5:46，我们要卖到几点？我们卖到几点好呢？卖到几点好？我说了算。好。那我来了，还轮得到你们说卖到几点好吗？真的是，真是。问题你也敢回答？真是。怪不得没有职业发展。来。这啥呀？拿了一堆东西来，也不告诉我们是什么。雪花酥那个盒子呢？整个的装的。哦，来这儿。对，这个啊，冻干梨雪花酥。来，吃一个呗。对，这个雪花酥，我来读一下那个配料。新国风中式糕点，雅蜜蜂物微现剂。配料棉花糖、白砂糖、饼干、小麦粉、冻干秋梨、奶油、全脂奶粉、蔓越莓干、南瓜籽仁、开心果仁、猕猴桃干。哎呀，它是一个混合型的。我先吃吃吧，好吃不好吃？于老师他们说让你说公主请下单。公主请下单啊？公主是谁啊？就是他们。哦，就是你丈母娘叫公主是吗？你肯定是有年轻一点的。哦，好，公主下单，丈母娘也跟着下吧。丈母娘的妈妈也跟着下点吧。现在我只能求丈母娘嘛，这丈母娘的女儿都归宇辉了，丈母娘都归老周了，现在丈母娘的妈妈总可以支持我吧。哎呀，对吧？老阿姨支持一下。于老师还说他从小没有卖过惨。对，当地人支持一下。对，这是海南当地的。对，里头各种坚果仁儿、棉花糖，然后奶油、奶粉等等。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买点回去吃完，有嚼头，它是那个，像是奶油糖，奶油加糖加上那个花生仁啊什么的，没有花生仁好像，加上花生碎，有吗？有，还有蔓越莓呢。对，主要是瓜子儿、开心果仁、猕猴桃干，吃着玩的，一边聊天一边吃的，刘老师，我们的。硬菜来了，太好了，赶紧把这个。好，我发现你们是一定是协商好了要害我的，上来的全是甜的。先让老头有血糖高。对，血糖高了人就兴奋，一兴奋卖货就卖时间长了。他们设计的好完美啊，我感觉。就是又让你兴奋，但又没让你吃饱。哎，这个我们吃了，一会儿这个好吃，我真有点饿了，中午其实没吃饱。中午其实赶路呢。对，我们中午吃的是。你喜欢吃这种肥的那种肘子吗？肥的才好吃啊！好吃啊，好吃啊！来，你来一块。好，来这一块大的给你。哎，我来小的，于老师，来这个。对。我给你。表面上是这个，弄不下来了，太大了。可以，你把那个夹走。哪敢吃那么多？对。我们中午吃那个邢台菜，哎，还挺好吃的。很有特色，这个还挺好。哎，有镜头在照吗？行。哎，佐料呢？饮料。马上，对，真是。河水。于老师刚已经跟你说过公主请下单了，好多人口水出来了。这个好吃，大家可以真的买一个肘子回去吃一吃，很香啊。对，这个95块钱是几个呀？这个是我们到手是两斤。对，95.9。两包两斤。对，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带四个饼啊。还带四个饼？对。什么饼啊？麻酱烧饼。啊。
这北方人的吃法就饼吃。哎呀，这个饮料好，闻起来味道就不错。嗯。好喝。哎，这个饮料同时卖一下呗。好嘞。嗯。大家到二号链接。几号？二号链接。嗯。邯郸从古代就是酿造过期饮料有名的地方。对。今天我们在博物馆还专门介绍了那个那么多的酒器。对，有人还不明白，还说上酒啊，真是。可能这个朋友没有理解我们的暗语。对。哎，风没了哎。你看奇人天象吧，对，真没什么风了，一阵一阵的，刚才那一阵风好凉啊，看心诚则灵啊。 刮风别刮风，别刮风它就，所以这是一个福地。还毛什么台，我们哪有在这个地方哪有资格喝那个酒，真是。来，那个得回于老师家里去。到我家没问题，肯定有。我在这种温度下喝这个饮料是最舒服的。今天我们这个酒是238到了4瓶。到2384瓶是吧？哎，我没想到这个重台酒还挺不错的，感觉这个瓶子装的。我不敢说味道，没喝过呢还。对，咱也不知道啥味儿。对。没喝过。活力408。杯子里是水。只有2000单。四瓶多少？200多是吧？对，238。嗯，他们原价是多少呀？哇，这导演拍的月亮。好。嗯。月亮，半个月亮，半个月亮爬上来了，看看。很好，很好。嗯。哎，你不吃肥的吗？你光吃瘦的是吗？是的。你看月亮，你看。对。啊。啊，这醉了！我们的镜头能拍到这么清楚啊？还有那个镜头拍，那个镜头大。哇。太棒了，拍到月亮上坑，大家发现这跟手机拍的不一样吧？那反正他们一直看月亮就完了，我都第一次看到这么清楚的月亮。嗯，还在上映。嗯，看来当地的朋友对他们当地的这款过期饮料很自豪。嗯，跟那些朋友一直说在重台。对，有好多朋友喝过重台酒，说重台酒很好喝。嗯，城乡重台酒，对。对，哎呦，这个酒居然。嗯，还有个朋友，这么多人知道重台酒。嗯，有评论区有个人说赵武灵王已下单。嗯，太皇太后已下单，这太皇太后是谁啊？他自己是吧？赵武灵王已下单了是吧？秦始皇收到了啊。本秦始皇收到的。吴王夫差还嫌你买的太少了。就吴王夫差旁边是吴王。哎，再给他们照一下月亮吧，真是那么好看。再照一下月亮。有朋友说这款酒在当地太出名了。啊，重台酒当地应该是婚宴酒应该是啊。对。重台20年。你看月亮上面的陨石坑全部都是石头撞击留下的痕迹。就是风又来了，一阵一阵的。对。嗯。现在研究就说月亮是最早从地球上撞出去的。对，他们说这个月亮是什么机器拍的，我们又不卖机器，不太好说。嗯。一个很贵的摄像头。长枪短炮的那种。我们在吃的这是什么鸡？扒鸡。扒鸡很香。哇，又上来扒鸡了。嗯，太好了。今天是59.9块到手2袋。59.9块到手2袋。哎呀，我发现咱们的工作人员还是挺懂我的。我发现小声部的时候，你们从来不给他们上这么好吃的。我看了一下小声部的时候，不是谷子就是麦子。以后就这样了啊。好嘞。小声上的时候，坚决不给他上好吃的。只有我跟宇辉上的时候才能上好吃的。哎呀，希望大家执行了。嗯，执行董事长的这个
管理策略啊。嗯。评论区还有说连破一下单，行行行，蔺相如说到的。哎呀，我们今天又要就此别过了。嗯，下次喝酒就到我家去了啊。嗯嗯，对，我不玩，我一会儿晚上就回来。嗯，老周前天还跟我说呢，哎，说什么时候把宇慧小生叫在一起喝个大酒吧。嗯，我说好，可能我们能喝，小生现在已经敬酒了的感觉啊。来，老师，我们这盘是个中华老字啊，中华老字号是指哪个？这个鸡啊，鸡是中华老字号，那人呢？像我这样的人是中华小字号。哎，你是你帮我烤了吧，为了赢得这个老子。老头这话越来越没法接了。嗯，工作难度直线上升啊。今天不是看到那个顶了吗，你把我喷了吧。哎呀。评论区是赵括已下单。行。你看就没有人认领自己是郭开。大家河北人民还挺恋旧的，你看一回是赵括下单，一回是毛遂下单，一会儿是廉颇下单。对。嗯，自豪，这就是人名人多啊，于老师用不完。 嗯， 嗯，这个烧鸡叫什么名字啊？这烧鸡吗？扒鸡叫什么名字啊？金凤扒鸡。啊，金凤扒鸡。是的。对。好。今天到手是59.9元挺好吃的，下酒菜回去放在微波炉里加个热吃更好吃一点。对，我们那个还有人郭守敬已下单。行。那我们上大学，嗯，最幸福的事情，因为当初我们坐绿皮火车坐到北京，啊，或者从北京坐到家乡36个小时。嗯，啊，弄个硬座，因为学生半价票还能弄到硬座的。现在到江阴几个？5-6个小时吧。我现在4个多小时就到了。从北京到江阴。我们早上走，中午就到我老家吃饭了，行不？上次我老家的饭挺好吃的呀。对，对吧？我喜欢吃无锡菜。对啊，那是甜甜的。我们来一趟也不直播了。可以。是吧？直接到老家老宅。吃点饭，走，吃完饭再坐火车回来，晚上还能赶到北京吃晚饭的，差不多现在。你像我们当时36个小时在绿皮火车。你上次还说带我捉螃蟹呢。现在捉螃蟹有点难，但是长江里如果找到有芦苇荡的地方，有可能能抓到那个小螃蟹。明白。嗯，现在那个内河的河里那个基本上没什么螃蟹。那个评论区，扁鹊已下单，嗯，曹操已下单。哎呀，扒鸡现在已经1200多单。这个说明是安徽亳州的。嗯，还有刘一飞下单。嗯，你懂我的。嗯，真的是刘亦菲吗？那肯定不是。哎，宇飞不是他们说一直你一直想见刘亦菲是吗？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是。我安排，还请我吃饭。啊，真的吗？对，还请我吃饭。你随便点，于老师。真的，真的，我很认真的。嗯，对，我很认真的，对，我很认真。啥时候？你说吧。对，尽快吧。我来沟通一下啊。嗯。嗯，尽管我自己谁都看不上我，但是我帮你安排是可以的。小明肯定认识刘亦菲，他们俩以前拍过电视剧。谁？黄晓明吗？当然。你不跟黄晓明关系也挺好？那小明跟我关系也很好啊，没事，嗯，你放心吧。嗯嗯，他有电影，能不能让电影来一趟直播间，啊，于老师？你跟他商量，我给你介绍完了，你跟他商量。他肯定有电影，能不能小苏商量一下，赶快安排一个电影？对，你也不要用这个手段嘛，吃一顿饭试一下，比你直播更加管用。那我会不好意思的。那也不好意思，真是。嗯。邓丽君已下单，太过分了。赶紧吃。哎，还有朋友说罗翔已下单。哎，这个鸡居然卖了1000多单了，还可以。现在已经1500单了。嗯，不要挡着我们宇辉的脸嘛，真是。像我这个老脸被挡一挡，哎，很正常。哎呀，你真是挡我的老脸，真是。于老师现在就是故意让人心疼。对，干嘛要挡你呢？每一句话都在故意让人心疼。不能挡你，你看，很好。对。别放了，不用放。也能看到，在边上能看到，或者你就放前面那个地方。没事，大家都看得到。放在这儿就行了，那么多地方呢，什么非要站着上面？嗯，方便。你样品直接每次那个物品啊，把这前面挪掉一点。放，你就放每次弄的物品就放在旁边。你放罐子旁边，然后你再自己拿走就行了。嗯，大家能看见的。对对对，就有了。嗯。
哎，最近有个研究说邓丽君的祖籍是邯郸大名的，是吧？真的假的？嗯，不知道啊，这个不敢高求一下的。真的是为了出名不择手段啊，这朋友。不用积极啊。真的，你确实拼了。高俅你都认。优秀优秀优秀。对。王姐那个水浒传的108将全部到过邯郸这个地方差不多。嗯。嗯。因为大名府几乎这个108将全部到过。所以你们就把水浒传的名字拿回去、啊。他们说真的啊，真的邓丽君。对，真的是吧啊。嗯哦、是真的，他们说是真的啊。赵丽颖好像就是河北人。嗯嗯，宝强是河北的，说还有个邓丽君花园啊。嗯，然后央视那个康辉他也是河北的。哦，康辉也是河北的是吧？还有人说和珅以下呢。哎，和珅正经啊，并不坏。对，那你知道，现在证明和珅是一个特别好的商人。嗯，他当然也利用了手中的权力，对，但是他家里的资产有一大半是自己经商得来的，并不是人家贿赂的。当然他也大量的收贿，和珅跌倒家境吃饱、嗯、对，就家他家太有钱了、嗯、做生意他太会做生意了。嗯，对，宝强是邢台的、嗯、还有高远远一下单。 嗯啊，宝强是河北邢台的是吧？对，还有跳水冠军，嗯，郭晶晶，对，他也是。哎、嗯，河北也没洒水，他跳到哪去了？那人有训练的场馆、啊。哎，月亮又来了，好漂亮啊！这月亮。还有一款酒。那月亮真的好漂亮。好好。哎，不同的酒是吗？对，不一样。就我们喝的是水啊，我们喝的是水。对对对，这也视频是吗？傻孩子，你把人拿镜头前干啥来了？你让我们当面倒啊？对。所有人都是带着毁灭的目的来的，好累了，毁灭吧。好，他都是小松安排的，真的是。你可以消极代工。嗯，这个四瓶多少？也四瓶是吗？六瓶。六瓶多少？89。哇，这个太适合老百姓喝了嘛。六瓶才89啊。六瓶89，一瓶才十几块钱。对，这个酒我们同事今天已经预定实单了，要买回家。嗯。这个挺适合新东方开员工大会喝的。量大。量大。实惠。对呀、啊。嗯。挺棒的嘛。嗯。可以，身上暖和起来了。开始有点暖和起来了。哎呀，我们的工作不容易啊，风餐露宿的那个感觉。但是你去看心境的于老师，也就是我吃饭喜欢这种在露台上呀、啊嗯、户外、嗯、我觉得它环境优雅、嗯、心情很好。我不管在露台上还是在房间里、嗯、只要跟你吃饭就行。哎呀，没别的。我跟女生吃饭每次都会不知不觉喝多一点。对。嗯。酒逢知己千杯少。对，嗯，酒逢仇敌千杯少。啊，行，还自己呢。今天丈母娘都不理我，弄得我到现在还心酸呢。真是，哎，你咋还记仇呢？你咋啥都要？当然要记仇啊！你已经拥有了那么多，不记仇还是男人吗？真是。哎呀，行，捉了鬼都忘记不了。董宇辉一下的，有人冒充你的，还是扁鹊一下的。哎，于老师，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以前在新东方当老师的时候，嗯，有一天班里一个学生，嗯，把头像换成我，把名字换成我，嗯，然后在家长群里头在这布置作业，然后还给家长说收到请回复，家长在群里还回复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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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要求说学生当天下午就要把作业打拍照片打卡群里，就有人开始拍照了。你知道那天因为我正好一天回老家，我没怎么看手机。那晚上的群里特别热闹，朱教官打电话，董老师家长说你这个布置作业不合理，你为啥早上布置下午就要交？孩子回来你的作业他不写，他又不好意思。他做学校作业都没写完，先赶紧做。我说我今天没布置作业，他说你都在群里宣布了好吗？嗯，我一看才发现是学生拿我的头像啊，
在你当老师的时候呢，还是什么？对，在西安的时候，拿我的头像那个照片下载，改成他的，那名字也改成邓宇辉，在群里布置作业呢。学生现在聪明啊，没办法。对，这样的学生应该重点培养，未来就第二个邓宇辉。哎呀，哎，这个89的松台胶卖的怎么样？这个应该大家买，对。特，我估计可能当地特适合普通老百姓喝，特适合家常喝，就是又便宜，又是蒸酒，主要它是蒸，对，蒸酒就好办啊。所以它的名字就叫职工家酿是吧？就是给职工喝的。已经没了，这个从来就这个职工家酿已经没了。没有呢，现在还有呢。啊，还有呢是吧？对，我说这个学生挨打了吗？没有挨打，没有挨打，打学生干什么？后来知道是哪个学生干的吗？当然知道，知道是吧？后来学生就已经学会了这个辨别能力，因为第二天群里全是邓宇辉的头像，然后全是布置作业，大家就没人信了，这就搞不清，不相信了，对。对，所以大家后来认得是群主才行，一招被蛇咬。过楼还有最后百难买，大家放二号链接订货呢。你们这个酒马上就没有了，主要是。是吗？对。有朋友说收了学生安排你相亲，这人还有人知道？我以前有个学生拿着家长的微信跟我说：“董老师，你明天在校区等我，我找你点事儿。”我说：“周内啊，一般我们是周末上课，周末我才去校区。家长说我不管，你明天来。”我以为家长有啥事儿，我还去那天专门跑到校区。结果家长根本就没有去，一个学生他妈妈的手机给我发了微信，然后跟我介绍对象的，然后让那个女孩在校区等我。那赶紧去啊！那好多年前。对，学生非常。这什么好东西？罐头啊，是我们吃麦花的。哦，黄桃罐头和这是啥？荸荠是吧？是荸荠吗？梨啊。It's okay。哎呀，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他喊你们呢，喊你呢，真是，你去吧。真是。于老师的四只小鸡长大了啊，在于老师的精心照顾下，他们都现在已经不是你说那个鸡，它怎么会变呢？明明是最后是一只公鸡，它一开始就是公鸡。另外三只我觉得是母鸡，结果一个一个出了成了小公鸡。一个一个尾巴翘的比另外一个还要更加的高。于老师判断发生错误，发生失误了。完了，四只公鸡现在早上四点，此起彼伏，此起彼伏，每一次叫我都听成的是董宇辉。哎呀，啊，董宇辉，哎呀，怎么叫？我真的准备动刀子了。我想这样，我能帮你把鸡抓起来。可以，你动刀子，否则我这个一辈子的名声就毁在一只鸡上了。让我来，对，脏活累活吗？对，最后呢，大家说一块吃，还是俞敏洪仁慈。你看，宇辉咔哧一刀就过去了，血手落在了宇辉身上。对呀，必须的。我可以挨骂，联合起来，只要我能想联合起来就行。联合起来杀鸡都给你吃了，我吃爪子和头，剩下都是你的。行，没问题，就这么定了。这四只鸡现在变成了我的超级烦恼。对，于老师现在也想不出来解决他们的办法，现在完全每天要向邻居解释，道歉解释，邻居也很不解啊。我说你养个四只母鸡，那它情有可原是吧？还给你生个鸡蛋什么的。对，你养个四只公鸡都开始叫了，为什么你还不杀了呢？真的是，我说有感情了呀。我说对公鸡有可以杀感情的，我来帮你杀。我说不行，要杀也得让宇辉来杀。行，改天我跟老周一起去。老周杀两只，我杀两只。对，哎，周扒皮让老周杀，这个挺合适的。对，嗯，不如让老周杀吧。嗯，你下命令他执行。还有网友在说，四只小鸡好可爱，留着吧，还小鸡呢，都变成老公鸡了，还小鸡呢。老公。对啊。
我们这罐头是26.9，今天到手6瓶。嗯，26.9到手6瓶的罐头啊。嗯，价格还是很实惠。好，罐头也大家买一买啊。嗯，对，把那个鸡罐头酒来回循环着上吧，因为这些我觉得，一个是这个扒鸡很好吃，一个是那个酒啊，不贵，但是好喝。对呀、啊，这个还不太好杀啊，因为其中第一只公鸡，我是把它叫做董宇辉的。你给起的啥名字呀？要不把小生那只先干了算了。可以，表决，咱俩表决同意了。真是。那哎，这不是我做的，嗯，是网友让我命名的。明白。我也说你四只鸡，每一个都命名一下。那剩下两只叫啥？剩下两只。一个叫周成刚，嗯，一个叫杨智慧，就你，反正你就没给你自己起名字。我知道早晚要被杀掉的，你知道吗？你从一开始就想好了退路呀。对呀，这还是老男人心眼多，你看着，真的是，嗯，反正吃亏吃不到自己头上、啊。有鸡肉啊，大家自己拍点啊，尝一尝，看着跟于老师那鸡是不是一个味儿？嗯，哎、嗯，他们说第二只叫俞敏洪。他们说杀鸡、杀董宇辉给谁看？杀鸡给猴看吧。谁属猴给谁看？哎，我们可以试一下，真的买一只猴过来，完了我们杀一只鸡，看看那个猴是什么反应，是不是会吓得躲在一边就不动了？李老师仍然保持着一份少年的初心啊，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哎呀，没办法，我也很奇怪啊，为什么我养着养出了四只公鸡？真是。嗯，可能他从一开始太令人苦恼了。我一心一意期待的那三只鸡，因为第一只公鸡叫的时候，那三只鸡还是母鸡啊。嗯。结果养着养着就变了，我还期待着心去吃鸡蛋呢，真是。于老师，现在一般鸡场挑出来的鸡都是公鸡，因为母鸡他们就留下生蛋了。对他们，我这个技术他们太厉害了，就完全搞不清他们是怎么挑的。就是刚生下来，所以公鸡的平均寿命大家说的不到一小时。嗯，因为生下来就把那，他们说用机器就碾碎了，对，然后做成饲料的，真的，嗯，太过分了，就是刚孵出来小公鸡就，那还算这四只公鸡已经是超级长寿的公鸡了，非常长寿了，嗯嗯，都快一年了，对，嗯，然后绝大多数母鸡就在鸡场去生蛋，然后生到大概100多天，生蛋效率开始下降，蛋的品质开始下降的时候，就送到广东炖汤去了。还有人说我属猴的，能去看吗？能让你看吗？看完了你把它吃了吧。好，还有别的农产品吗？有。对，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大的黄桃罐。大的黄桃罐为什么不一起上呢？啊，有分大的分小的，大的是几斤装的？大的是那个，也是同一个品牌是吧？对，720克的。啊，这刚才一起上应该有大的有小的啊，大家买大的。对，需要朋友自己拍啊。对对对，这个45宽三瓶，这个前几天卖过一次。嗯嗯。哎，我这个人有东西在我面前吃，从来不停下来吃的。我发现，嗯，你没有发现这个特点吗？每次咱们卖东西，我就一直在吃。李老师，这是好习惯呀、嗯，看见饭就吃，看见活就干。对，真的是这样。那、它确实好吃。对，对。冯说现在养了过年，可以，就肥了。对，我小时候我妈老骂我爸说半斤黄汤下肚，连家都不认识了。嗯，你知道半斤黄汤啥吗？黄酒啊，对，黄汤，黄汤嘛，人骂人的话嘛，嗯，对，你喝半斤黄汤下肚，就连家都不认识了，就开始打。嗯，我现在也是，一两白汤下肚，完了也连家都不认识了。哎，去了，我上次于老师回老家还带我去了他老家，嗯，院子种了一圈竹子，嗯，感觉特别幽静、很好的一个地方。是后补的，原来的竹子在那个什么平整土地的时候全被砍光了。啊、在70几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平整土地运动，就把所有的山岗被平成平地，再种粮食。完了，山岗上的树、河边的树，竹子全部砍个精光，砍个精光，最后四顾茫然。白茫茫一片，好干净，就推林还耕了。对，所以现在你到我们家乡去，找不到一棵老树啊，那个几百年的老树，一夜之间全部弄光。
明白。嗯，其实我去过一次之后，于老师我还很喜欢江苏，是吧？我觉得就是气候也适合，然后温润。我们多去几次呗，那像苏东坡都看上那块地方了，你想？对，嗯，多去几次。然后吃的呢也很适合，嗯，然后大家就生活相对来说，嗯，没有那么简悠闲一些。嗯，当然主要是因为富裕所以悠闲。是，它相对来说生活不那么窘迫。对，所以生活就相对悠闲一点。南方的最大特点早市嘛，早市他们。一般三四点钟就去早市上去了，他们不是为了卖东西，嗯，也不是为了买东西，不是为了卖东西，嗯，明白？他们是为了坐在那儿喝酒，嗯，和喝茶啊。你们早上去喝酒喝茶？喝酒。我以为只有山东才有那样的大旗呢。我的酒量就是我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去早市去喝酒喝出来的，一碗黄酒，一个鸡头，嗯，就那个嘛。早市上就有人喝酒。对，完了喝茶，茶馆，南方茶馆不是挺多的嘛？嗯，对，可以。我以后定居在江苏吧。又大了，风又大了，大家赶紧买吧。这个买完了我们走了。对，朋友们，这个萝卜是我们今天应该首发的一款自营品的萝卜。对，哎，这个萝卜看上去好好看啊。它就是第一个是紫色的，这个就是花青素。嗯，当然呢，嗯，这个紫色如果你在水里头煮时间长，它其实是会掉的，就这个颜色会掉在汤里。对，水会变成汤，会变成紫色。对，然后第二个呢，这个它这个是生吃的吧，主要味道。对，嗯，这个产品的名称听起来非常诱人，叫做冰激凌水果萝卜啊！我在想，萝卜能吃出来冰激凌味吗？嗯，采访一下于老师，有冰激凌味吗？嗯，有冰激凌味，有吗？有萝卜味，有萝卜味。对，我不能骗人。啊，对，就是萝卜，是因为我很少吃冰淇淋，我也搞不清楚。但它确实没有普通的萝卜那么辣啊，它更像那种水果萝卜，挺好吃啊，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辣味。其实那个辣味主要是芥子油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到了秋天，温差大的一段时间之后，嗯，萝卜就不会有。它有那么是转基因的吗？这个应该不是转基因的吧？它就是一个萝卜品种。对，怎么可能转基因呢？其实还挺甜的，你觉得。嗯，有点甜，但是有点萝卜的辣味儿，挺好吃。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带有萝卜辣味儿，但是又甜的萝卜。实事求是的来说啊，嗯，应该是我吃过所有萝卜里头最甜的了，嗯，就一点点萝卜味，但是。确实不怎么辣，如果您喜欢的话自己拍，嗯，然后我还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反馈，嗯，我说那你这萝卜如果人炖汤，嗯，一炖汤都是紫色的咋吃呀，嗯，让产品经理给我反馈，这不是菜萝卜，这就是水果萝卜，就是这么吃的。对，还有是把皮削掉，这个其实不需要削皮，这个皮很好吃。对对，这个，我也问他们，我说是，嗯，哪有人一直当水果吃萝卜，他说董老师那你可是不太了解很多地方人的生活习惯，反正就是这样吃的。嗯嗯，产地是山东潍坊啊。嗯，哎，前天你们在那个正定的时候也是在露天播的是吧？没有今天冷吧？比今天冷，反而比今天冷，比今天冷多了啊！真的，嗯。本来他们找了一个室内，但我觉得咱在室内偷偷摸摸的播完了就走了，起不到效果，因为我们每次，嗯，当地人也想参与，他想围观啊，坚持在室外。对，所以我说就在室外。嗯，另外一个，咱也不是也想给当地宣传嘛？嗯，你如果都没有在户外，很多媒体也没有办法拍镜头。是起不到宣传效果，对，就坚持，所以你就坚持在户外两小时，对，太辛苦了。嗯，萝卜的质检报告啊，这萝卜挺好吃的。这质检报告看啥呀？萝卜有什么好看质检报告的？萝卜我也不知道，他每次就拿质检报告上来，重点是啥呀？你们也说不清，反正你们就知道。那重点证明萝卜是萝卜。哎呀。对，这真的是显得毫无必要啊。重点证明萝卜就是萝卜。但这款萝卜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品种不一样，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种，也是据说是山东农科所然后他们培育出来的。整体吃起来呢没有那么没有萝卜的辣味，也不会有那个糠味，因为它比较新鲜啊。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试着尝一单，可以拍一个。放的时候还是放到偏向冷藏里，因为你如果放到常温，嗯，现在北方很多地方已经通暖了，它就是水分蒸发之后就容易糠啊。嗯，那另外也还不能放在外面冻，一冻了以后再一化，这个萝卜就没法吃了。就烂了。对，所以只能放在冷藏，或者说是放在家里常温里就行，吃掉。有朋友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嗯，这不就大家听过我们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莱阳梨不如潍坊萝卜皮，这不是潍坊萝卜皮吗？嗯，来了啊，
山东人说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啊，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不如潍坊的萝卜皮，这潍坊的萝卜。嗯嗯，这么受欢迎吗？这个萝卜是潍坊的萝卜不是吧？潍坊的，啊，是潍坊的，啊，开始卖山东的东西了。啊，烟台苹果莱阳梨 ，OK， 我没说错啊。嗯，潍坊的萝卜。你问问这个是转基因吗？不是吧？对，我现在终于知道检测报告是干啥的。嗯，你直接翻到那一页，导演，你不要给我那么长，我在这镜头前。对，嗯，我还要再吃一片啊。好。嗯，这挺甜的。嗯，其实家里的很多老人会喜欢吃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嗯。就你到一个年龄会突然爱上一个食物，比如说以前呢不太吃。这个二十块钱有几根萝卜？五斤。五斤啊，那还可以啊。五斤，对，还是按照斤数、哎。但是这个跟普通的这个白萝卜农民还是不容易的，一斤萝卜才4块多钱。如果是普通的白萝卜，于老师，嗯，白萝卜估计也就是1.5块到2.5块之间，根据不同的地方、嗯、运费区别。这个算是已经是贵族萝卜了，相当于。对，因为它品种不一样，种子的成本不一样。嗯。嗯说是悠悠的老家寿光的萝卜，有朋友说萝卜蘸酱啊，那我就知道你想咋吃的。对，萝卜蘸酱好吃，萝卜蘸酱应该是小红萝卜最好了。山东的青萝卜，青萝卜蘸酱，青萝卜，那可以试试这个，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几乎没有萝卜那个辣味儿。对，嗯，朋友说白萝卜才5毛钱，1毛一斤，哇。这么便宜啊、哦、那个超市上去买，那个早市上，或者说明白，可能就菜市场、那个、我说的那是那个老百姓直接就是运到大街上去买。对，就是我在北京的那个买菜的软件上、嗯、我前两天专门搜了一下，有1.5块的，嗯，有2.5块的，嗯，没想到大家太不容易了，实际才河南白萝卜1毛一斤、哎、你想那农民从古到今农民最受苦的，四海无闲田，农夫有饿死。我们一般说，白菜价、萝卜价是真的便宜啊。但是萝卜也特别好吃啊，就是你冬天你把它切成片儿，用水焯一下，然后煮那个肉汤啊，放在肉汤里，那是我非常喜欢一道菜，我不能用极限词啊。嗯。就小时候我妈每年到了过年呢，就会做那个菜。嗯。然后再炖上一些其他的东西，特别喜欢。我们说河南1毛钱一斤。上海一毛的2毛钱一斤的，你看，就是这就是同一个事情，大家承认不同观点。评论区有人说哪有那么便宜的，然后有人说是1块多一斤，有人说是1毛钱一斤，也有人说1.5块一斤。可能不同的品种或者说是不同的产地，其实就是城市和农村或者是菜市场和超市里的区别。嗯，因为它流通成本会增，流通过程会增加，不断增加。嗯，对，所以你说有时候谁说的是对的，都是对的啊，横看成岭侧成峰啊。嗯，来来来。大家发现突然就开始看月亮了，对啊，哎，为什么那半个月亮就照不出来呢？没有办法照出来是吧？因为现在另外半个挡住了，被挡住了。现在不是满月，对，原则上应该有一个小影子感觉。阴历如果15、16号的话，就全月了。月亮每年以4厘米的距离在远离我们，于老师。真的吗？每年离你远4厘米。真的吗？嗯。啊。还有这个数据，那早晚有一天就离我们而去了，是吧？对，但我们见不到那一天。不，我们也离地球而去了。那个时候，就像现在这个珠穆朗玛峰，每年还在以几厘米的速度还在涨，在涨。所以，如果我们要跟月亮保持距离的话，应该住到珠穆朗玛峰顶上去，这样的话，对，它往上升4厘米，珠穆朗玛峰也涨4厘米，差不多。是。珠穆朗玛峰现在一年是每年以1厘米的速度在涨，好像是吧？我看那个数据也说的好像说是4厘米，是吧？嗯，四厘米的话长的速度好快啊。对，一年4厘米，10年的话就是40厘米，应该没有这么快。嗯，应该没这么快。有朋友说福州的萝卜2.5块一斤、嗯，刚查外卖白萝卜1.6块一斤。你看我说的就是那些，嗯嗯嗯，因为我买只能用手机软件买。嗯，来，下面什么？除了萝卜以后，萝卜已经卖出去6000单了。四喜丸子，这是哪儿采的？还有朋友说萝卜几分钱，
可能有，也可能有，就当地农村老百姓种完了，这个就直接拉到市场上去销售的，也有可能。对，这在邯郸哪儿？邯郸琼台公园。啊，你看这个口气就不对。于老师去征服珠峰吧，珠峰还需要我们去征服吗？你征服不征服对珠峰有啥关系啊？对，对，去仰望一下。什么时候我们去那个，比如说珠峰大本营，嗯，去仰望一下珠峰。于老师前两天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两个去啊、嗯，南极。南极是可以去的，就有那种团，嗯、南极科考团，他是科考站那些人带着你去、嗯。南极我一次都没去过，但有点贵，于老师，最后就十几万吧，十几万，一个人9.8万。对，就是这反正这是好的，也就十几万。那你带我去吧，可以啊，请假，我们看看碰时间，今年应该有点来不及了，那明年也行。对，今年的团人都报完了。对，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可以一起去聊聊天，反正南极也没法直播，所以刚好清静。哎呀，哎，没法直播，没有信号。对对。所以刚好清静，嗯。老朱去过，有一次到南极极点去的一次机会，是我的机会。嗯，然后你给他了，交完了钱。那个到南极极点去的可不只是9万啊，嗯，那、啊、几十万呢。对，结果呢，临出发前20天，我遇到了事情，去不了了。明白。去不了，那票呢？我跟主办方说，我说这票怎么办呢？他们说退是肯定不行了，要不就废掉，嗯，要不能不能换个人。后来我一想，那只能换老周了，所以老周免费去了一趟南极极点。明白。嗯，有朋友说董宇辉又开始在这要了，嗯，你就是脸皮得厚啊，你就得要，不要怎么行啊、嗯、你别管于老师都没说啥呢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现在去南极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事情了。网友现在都替你打抱不平了。没事，不管要，也不就去到南极嘛，去了不让他回来不就行了？那也行，那也行。让他在那儿养企鹅，那也行。我在这贩卖企鹅，你在那儿养企鹅，那也行。第二天咱俩就被抓起来了，不是被抓起来，判刑了，肯定。真的是。我们这次去南极都是9.93元，在还有一段小服装。对。一段是4本。以后观众朋友们再来看，咱就得手里提点东西。嗯，打电话还计时呢，到点了。这个宇辉、于老师，你们俩快进去吧。啊，你们俩今天的时间到了。还没到，小村规定的时间还差很多呢。不着急，我们冷了，我们就现在我们再搬进去不太可能了。这么多的设备，这么多的食品，我们尽可能尽快过一下。确实，我不能把宇辉冻病了，冻病了就麻烦了。病不了，病不了。嗯。反正我病了，一命呜呼了，就那么回事了。哎呀，你咋又开始了？宇辉生命才刚刚开始了啊！对，来，宇老师现在每天说话让人心疼。大家说一会儿让宇老师唱歌，宇老师大家想听你唱歌，还唱歌呢，真是你。大家想听你，老周唱的那个，老周发的那个啥。我还没来得及回去找他算账。但我熬过了所有的苦呀、啊！他发完了第二天，我就跑到这个河北来了。我还没回去找他算账呢。就发完之后，你们俩还没见过面呢。见是见过了，没来得及他们打架呢。嗯，特过分。对，嗯，想起一句歌词，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啊、嗯，你看你们俩是红眼还是红脸？那、肯定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嘛。分外眼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对。老周以为我手里没有他的黑料，你知道吗？啊，其实我手里全是他的黑料。你要不给大家先展示展示？等我河北直播完了，每天发一条，形成一种威慑效果，让他最后挖个地缝钻进去都来不及。你哪天开始发呀？那等我直播完了，直播完，否则影响我在河北直播的心情。你现在十几万，他们到时候都给你点赞。对，我肯定。你发到你的丈母娘，帮我上去整他。你必须的，让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丈母娘想嫁给他啊！啊，真的是，真是，还以为谁没有他黑料呢。嗯。整天在那拿捏人鱼老师，他以为老鱼是吃素的，真是。今晚吃的都是肉，今晚吃的可真都是肉。他们说董宇辉就是两边拱火，嗯，看双方打起来，嗯，看热闹吗？你看，还有人说没听出来我唱什么歌，你看网友全听出来了，一晃就老了，你看，这样还是网友对我好，嗯，真是一晃就老了嘛，本来就是啊。我唱的本来就是那首歌，
尽管我自己都听不出来。重在情感，重在情感。喝点小米粥，于老师。还有人家吧，老周是老周，新东方的 CEO， 现在也是与辉的忘年交，对，也是跟与辉狼狈为奸整毛的人。哎，那怎么能这么说呢？最多算是志同道合吧，相见恨晚。掌握话语权的人永远可以颠倒黑白。真的是。完全就看历史咋记录了，是吧，于老师？嗯。我们这粥就是用我们这边一个小米啊，3.9块的小米投的这个粥。小米，这个小米好，哎呦，这个时候来碗小米粥太幸福了。对对，太幸福了。我说我跟老周是一拍即合，于老说我们俩是狼狈为奸。嗯就是说于老师今天醋坛子翻了，哪是翻了，是醋海横流，真的翻醋坛子。哎，没听说邯郸造醋啊？有醋啊，造醋的话我把一瓶醋都喝了。哎，上醋，真是有醋吗？于老师要喝呢。真是到山西卖醋，我们卖了好多。河北有醋，前天晚上我还卖了，于老师。哦，真的吗？嗯，咱今天有吗？咱今儿嗯醋吗？我找对，嗯，我记得是有的。嗯，醋后吐真言啊。啊，于老师回去就说没事，我那天喝醉了，老周你不知道啊，我醋喝醉了。嗯，所以才把你的黑料发出来的。醋也能喝醉吗？你们俩互相发吧，反正最后你们俩身败名裂，我们也就捡个便宜。对，肯定的。你们俩鹬蚌相争，我能得利。人不就是要鹬蚌相争的吗？啊，对。周瑜相争，你就当个渔翁吧。对对，周瑜相争，最后你同时兼任新东方董事长兼 CEO， 我们两个老头子最好从此就没了，逍遥江湖去了。不行，那你把我带着。鹬蚌相争，不就渔翁得利，可不就是两个都拿到了吗？与辉得利啊，嗯，那不行，那太苦了，那我日子太苦了，我还是去玩吧。苦死你，让你尝尝这个味道。咱一块翻车，翻完车咱就不用工作了，明天去玩。嗯。啊，好，没关系。对，如果冷的话，7:30什么的就行啊。没事，还好，没有那么冷。其实对啊，7:30还有一个小时，那不行。哎，给我弄盆炭火过来，烤烤火。啊，暖宝宝有啥用？我只是贴在脸上呢，还是贴在哪儿呢？真是。于老师，刚评论区有人让你开南极的旅游团。哎，南极旅游团是可以的。对，丈母娘来了报名的，我们可以去。让他们给我们准备好吃好喝的就行了。嗯，对对。嗯，雨辉，你要带个团的话，一个团的费用，够你活好几年的吧？估计。啊，真的吗？嗯嗯。我就可以不上班了。丈母娘的钱都给你了，丈母娘自愿愿意给多少给多少。那咱也得公平啊，自愿嘛，自愿的话那不行，说不定一个丈母娘就养你一辈子了，你知道吗？你这是属于利用了别人。没有，自愿啥叫利用啊？没事，那就不是，这就是利用。嗯，自愿，像我就去蹭，一分钱不用花，反正丈母娘也不会给我钱。啊，谢谢谢谢。嗯嗯，你看好多人已经报名了。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说，我说嗯啊，就像你去看演唱会啊，如果他站在台上，灯光啊、声音啊、伴舞啊，所有人都在替他增光添彩，那一刻光照他身上，你觉得他无比的完美。嗯，但如果灯光撤去，然后声音消散，人群也离开的时候，你跟他平等的面坐面对面聊聊天，那个时候可能你对他的评价才是真的，因为当他的光环和加持去掉了，你仍然觉得他是一个灵魂很高贵的，思想很有魅力的人，那时候他可能才值得。对，我可以证明雨辉在镜头后面比镜头前面更完美。哎呀，真的是真。所以丈母娘不会失望的。哎呀，准备好钱就行了。傻
吗？哎，我们是准备包那个南极的航线了。啥时候？对，还没想好，肯定是到明年了吧。在新东方做文旅的话，可不得也的这方面的考虑嘛。是真的有啊？真会有啊？那我等你。哎呀，你看这个油炸的这个叫什么鸡条吗？小猪肉，小猪肉也很好吃啊。鸡条，我连肉不都说错，我这个人的舌头不太。应该就是鸡肉。嗯，猪条，小猪肉应该是猪肉，猪肉吧，是吧？传统的小猪肉是猪肉，但这肯定是鸡肉。没，是猪肉，千万别误导，是猪肉是吧？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小猪肉是猪肉是吧？我来，我看看配料。如果价钱特别实惠的话，那就是鸡肉，猪肉，猪肉，写的是猪肉啊。猪肉淀粉、鸡蛋、水、油、盐、味精、调料，然后有食品添加剂啊。是猪肉，我说错了，是猪肉是吧？嗯，是猪肉。小瘦肉在卖吗？有吧，里脊啊，猪的里脊。四喜丸子不是小猪肉啊。小瘦肉是单卖的吗？还是说跟四喜丸子一起的？啊，拼盘卖是吧？三袋四喜丸子加一袋小酥肉，69.9今天。69.9。嗯，三袋丸子一袋小酥肉。嗯，太好了。丸子一袋里头有四个。嗯，丸子一袋有四个。小瘦肉有多少半斤？250克。250克啊。哎呀，晚上我还要去应酬，肯定一点都吃不下了，反正都彻底吃饱了。嗯，今天你逃过一劫。每次我应酬都会拉着宇辉，完了宇辉就特别痛苦。但基本上于老师现在已经替我挡住了大部分了。对，老师，还有硬货呢，于老师。什么硬货？赶紧上啊！好，赶紧上。还有硬货，有，上块砖。嗯，这是热的，驴肉火烧。嗯，不过硬，来块砖。好了，马上。来个玻璃瓶子，我们俩嚼。哎，驴肉火烧不是你们卖过了吗？不是，这是我们的另一款。另一款？对。就是不是你们在阵地卖的是吧？是。这个真是硬货啊。方硬。对，再好吃的东西吃多了也是多余的呀。这是我们认识。对，应酬好累的。对，应酬当然累啊。嗯，但是宇辉给我下了一个定了嘛。于老师上来就说今天只喝二两，完了最后都变成二斤。对，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好爽。我跟于老师相处时间久，现在受他影响。那主要是只要宇辉参加了我就喝多。嗯，看着宇辉高兴啊，没办法。还得帮他帮着挡酒。对对。好的时候这个于老师一看我面露难色，于老师宇辉坐好了，我替你了。我来哈。啊，我是对。主动出击啊，被动防守，我主动出击啊，拿个瓶子出去，大杀四方啊。然后我在那儿隔岸观火。嗯。这个驴肉火烧是保定的吗？是的，也是保定的是吧？是圆的，就是保定的。好说啊，这里面怎么那么大一块肉呢？我天！然后北京大吃长条的那个就不是保定的，嗯，那是河间的了就。这个是肉和饼分开的，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回去，就是 DIY 放在青椒。这样，还是网友心疼我嘛，说都动手别剃了，真的。对，我现在搞不清我吃的是鼻涕还是小米粥。哎呀。人老了不就这样吗？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对。嗯。拿那个暖宝，于老师，我跟你说这个怎么用。你贴一个立马就舒服了。不用，我不来，一点都不来。把那个都揭，你别揭开，揭开我，你给我现场的。贴在哪儿啊？把衣服往下拉一点，没有没有，你把那个春衣给我，哎，一个就够了，没有，对，你就贴着衣服上就行。好，嗯，
没感觉。不行，这个你刚刚弄开了，啊、它都不热了。啊，热了，热了，热热的，热的。这个是，好试试。现在肚子真老了，还要带个肚兜。我那我也弄了，你也弄了。也不是你老，这是冷，是真的冷。朋友们，我们两个谁酒量好？那必须是于老师，体力好，酒量好。酒量好不管用，酒量再好，丈母娘也不理我。哎呀，你咋了？你咋了吗？你这两天，这个镜头前喜欢你知道为什么酒量好吗？借酒浇愁，结果愁更愁。镜头前喜欢于老师的朋友们，请你们不要含蓄了，好吗？千万别，现在老头都快有心病了。对。心病重着呢，这马上再下去，梦话都要说这些了，可不是吗？变成赵武灵王了。对，他不能一输再输呀。嗯，哎呀，黄粱一梦，反正是喝完小米粥我就睡觉了，重过自己的一生。你看评论区，我们爱于老师。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黄粱一梦的发生地，差不多。嗯，真的，离这不远。对，在那个睡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庙里面，是吧？你看那么多人，于老师我爱你，你又不看，好，谢谢，我知道你们其实心中想的是另外一个人，只不过表面上写的是我，没关系，我介绍，就是内心缺乏安全感，那绝对缺乏安全感，总是要用反问，然后让对方再次确定，打消你的疑虑，这样就，你真的喜欢我吗？完了，我再问一下，真的吗？真的在意是我吗？完了。真的吗？以后是真的吗？你肯定是骗我的吧？对，你在意的绝对是他。对，你看，那好多人谈恋爱就是这样的。哎呀，我以前喜欢这，我现在最烦这了。对，那你怎么谈恋爱？没完没了。对，所有的女孩子，你一定会说：“宇辉，你爱我吗？”你说：“当然爱了。”其实我说不出口，真的吗？我真的说不出口。你说不出口？就我以前。那如果女孩问你：“宇辉，你爱我吗？”你说什么？老子不爱。好像也没人问过，就是我以前谈对象也没说过，就是我说不出口，我害羞，我说不出口。看着他，含情脉脉的看着。就如果我不喜欢他，我就告诉你，对不起，我不喜欢。但是我要喜欢他，我就害羞，脸红，就不说了。对啊，就也脸红就行了，是吧？对，就我说。所以丈母娘记住了，如果你跟宇辉问了，宇辉脸红就是可以了。丈母娘问这干啥呀？问女儿问呢。那有人问了，宇辉你爱我吗？宇辉说真的吗？他们说于老师很可爱啊。而且我以前呢就是不回消息，就是我不太爱发消息，也不太主动打电话，因为我不喜欢一直在。你没看见我一天到晚在回消息？对，于老师因为是工作消息，因为大家不理我，所以我就不得不不断的回消息。对，越没有安全感越要问嘛。哎呀，又来了。这双方说我在认真工作，我说真的吗？他说是真的，我说是真的吗？所以我以前谈对象做分手，一开始吵架原因都是觉得我不回消息。不回消息就是不爱。我说哪有人这个年龄的整天看手机屏幕，随时等你回消息，你都不忙吗？不管，不回消息不在，就是不在，然后就开始吵，受不了就分。看来你还是谈过恋爱的。我当然谈过，于老师。我当然啊，你看不起谁呢？再谈几次，多说点好话，女孩子就喜欢听好话，是吧？蒙着眼睛说，实在说不出口，蒙着眼睛说。他说你还跟我讲理。实在不行，你口袋里装个微型机器人。没问你，你会爱我吗？机器人说，爱你呀、啊。没有你自己说了。不行了，说不出口。直男爱。我问谈过多少次，初恋谈了500多次吧。我还看见你发了一个，问我身材有多高，差不多10米吧。不到十米。那他又问身高呢，那我要咋说？实际呢，实际1.3米。对外就是不到10米，宇辉的脚就有10米，腿长10米吧。原来身高10米，现在身高是个人隐私啊，不方便说。你看他们说我确实适合单身，你看就是他们说的是我吧？真的是，哎呀。
中国古代人还是很有智慧的。黄粱一梦就已经告诉我了，一切都是空的。对，叫做以一种中庸的不过分的姿态享受人生，比什么都强。不要为了高官厚禄，活在当下呀。对，把自己给陷进去。今天月亮好漂亮。啊，你们这个是吧？但是你们对我们的招待越来越差了呀！你看，真是从喝过期饮料变成了喝水了。是不是小春告诉你们的？再剩下来就喝凉水，喝凉水了最后上冰，真是上完冰以后上干水。哎呀，你这话没法接。四川黄柠檬啊，四川的这个是我国重要的柠檬产地，尤其大家知道这个资阳嘛，因为很熟悉之前买什么安岳柠檬这些。资阳的这个柠檬产地啊，要产量占全国的 80% 以上啊，所以大家的这个平常比如说喝酒啊、喝饮料啊，或者做菜啊、牛排啊或者鱼煎鱼上面挤的柠檬 80%、这个柠檬还挺好。对，都来自于四川。这是我们自营产品是吗？自营产品首发，个头呢比较大。对，平时喝点柠檬水对不能说对什么有好处，喝点柠檬水挺爽的，对心情这可以说吧？对，喝点柠檬水挺爽的，挺开心的，对，肠胃也挺开心的。于老师现在都谨小慎微了，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刚转型那会儿，于老师来一次，每次都把那个我们是每次都关掉，我们是怕他不来，又怕他胡来，你知道吗？你说他不来吧，那直播间就那几十人一两百人。怎么都选因为我的直播被关掉了好多次。你一来我们绝对要放假几天。所以你得盼着他来，因为他来人数有一次被关掉了两天我记得。对。他来人数能就能破万了。当时人数破万更对我们来说跟过年一样。所以你怕他不来。你又怕他胡来，他一来他的产品毒功效给你胡乱讲，然后你屏幕上敲字他又不看，然后讲开了，哇天，那功效从头说到尾。一会说直播没了是关掉了。屏幕当当当当当一直弹窗，然后他一走我们休息。好关机了，破坏者，真的是破坏性极强啊！所有人，就于老师当时一直播，我们揪着心啊，就是谁能管管他呀？啊！你看现在都进步了，现在于老师的一说到柠檬，第一反应没啥作用，没啥作用，就是开心，对，开心，肠胃开心，嗯。对，我们今天在河北邯郸呢，邯郸一座历史名城，对，在寒冷中间拉木，在寒冷中单身啊，简称邯郸，小黄车保卫战。哎，我后来来东方甄选这么多次，没有因为我被关过门了啊，没有了，对，至少被我东方甄选至少被我胡说八道当场被关掉了三次还是四次。哎，于老师你不要谦虚，五次。五次吗？你还给我你这么记仇啊？啊，对对对，你还说我记仇啊。你不知道我们当时有多难啊。以后我可能对你小心点了。这个五次是个虚数啊，你看飞流直下三千尺是个虚数啊，有可能更多。于老师你得自信一些。啊。我唯一的自信就是只要我想把这个平台关掉，我觉得肯定当天就能关掉。对，后来于老师确实不怎么这个扣分了，主要是后来也不讲产品了，后来来就聊天了啊，现在变成了你讲产品我是吗？对，反而是我歪打正着啊，你跟我说记忆犹新啊。对，我们现在在丛台公园啊，应该有很多邯郸的朋友，大家对这个地方非常的熟悉。自营的东方甄选四川柠檬啊，柠檬呢，第一个到了冬天，大家通了暖气之后，确实口干舌燥，你需要喝水啊，就寡淡的白开水你又喝不下去。家里之前买的蜂蜜，对吧？弄点柠檬，柠檬茶，好，这个经常喝一喝。第二个，我特别喜欢在冬天的这个柠檬红茶。对，红茶里头放着，红茶里放片柠檬就会增加好的味道。哎，对，然后看个书啊，也挺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大家煎牛排啊或者煎鱼的时候，最后你可以上面挤一点柠檬汁。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柠檬汁只在包括挤在生鱼片上，挤在鱼虾上面，柠檬汁的那个酸味立刻就没有了，对，就被吸收掉了，对，就表示跟里面的某种成分中和了，有可能，对，然后就会使那个更好吃啊，对，然后也没有那么大的腥味了啊。对，玉米我们现在没卖玉米啊，说玉米链接里有玉米，他们问是有机的吗？那个白糯玉米啊，
豌豆玉米啊。好，如果那个产品的详情页解释里没有写有机，那就不是有机啊。嗯嗯嗯，因为有机都是需要有证明的。对，要打标签。老于打瞌睡，我什么时候打瞌睡了？真的是。对，我他那么努力，他一直在地上吃，一直在吃还打瞌睡呢，真是。对，你别黑他。嗯嗯，让我来黑。不过在这种冷空气中间待个两小时，一会一暖和，马上就会打瞌睡。嗯，就会觉得比较舒服啊。其实人要睡着的话，对于绝大多数男性来说，温度低的他反而会更好入眠。嗯，热的话就睡不着。真还让我床一晃就老了，真是。大家我还没找老周算账呢，大家给你记着呢，真的是躲不过的。嗯，你是这，你现在先把老周的黑料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给你评价一下能不能对他形成造反击。我在我的硬盘里面没在身边，明白？我回去给你先看了，那还比较多，真是太多了，太多了，哎、对、室内的、室外的都有，放心吧。哎呀，都干些啥事儿啊、嗯？很劲爆的，你放心吧。真的是，肯定有，触目惊心啊！对，我已经警告老周了。始料未及啊。嗯，没想到周老师浓眉大眼的也干这事。你没想到你没看到这两天带娃客气很多吗？是吧？嗯，那你非常相信吗？先说啥？那个叫什么？你唱的、那个？我是如此相信。我是如此相信的。嗯。哎呀，于老师现在也记住那首歌了。嗯，有好多朋友说这两天一直听那首歌呢。嗯，听很多。还有朋友说让东方甄选开演唱会，于、老师，让他们让你开演唱会呢、可以开，真的可以开。其实咱们每次直播的时候不都唱一两首吗？你静文他们唱的也不错的。你包个这个鸟巢、我可以请几个歌唱家来跟我们一起唱。对，嗯，怎么样？可以啊，咱全当给大家过年表演节目了。嗯。鸟叫就算了，我们到长城上去唱直播，嗯，比鸟巢厉害。就是体育场里头，它有相对好点设备，这样它那种氛围比较好，对，音响效果好，嗯，氛围比较好，嗯，说不定还能申请下来呢，是吧？唱演唱会是要经过层层报批申请，我知道文旅经一般批、但是如果要真的申请成功开演唱会，一定要让我上去唱《蓝莲花》和《一晃就老了》。哎呀，那必须！如果不让我唱，我坚决不申请。于老师，你是开场曲目和结尾曲目，嗯，啊，让大家的这个心情从头难受到底。这中间开心了一下，大家体验什么叫花钱买罪受。嗯，边唱边买东西。大家说，董宇辉嘴真贱。要不然小时候为了挨那些打，同意同意，完全同意。我跟你说，小时候挨的打没有一句是白挨的。嗯，哦。你聊得多你就犯董宇辉的本来面目了、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唱歌的朋友加起来应该足够唱一个演唱会了。必须的。嗯。对，他们也肯定很愿意来跟我们凑热闹啊。吃点别的吗？我前几天那个。嗯。于老师，我前几天还去沙宝亮那儿骑马，他也会唱歌。啊，你跑哪去骑马去了？你为什么骑马不找我？那两天你不在，你好玩的事情，你不从来不找我，你不在北京，太过分了。你不在北京那两天，我明天把我那个蒙古草原的那几匹马全给杀了，坚决不让你骑。刀下留马，于老师，刀下留马。这个是啥？这个是我们自营的吗？我们自营的车厘子，也是自营的，对。给大家说一下，现在季节呢，基本上上的就是桑提纳，然后呢空运过来，所以它非常新鲜，它整体脆，然后爽多汁，但是也实事求是，因为现在上市时间确实比较早，做到了新鲜，做到了脆，做到了多汁，但是你要说口感有，就是每年你到这个过年前吃那么甜吗？嗯，哎，还是有点差距的，嗯，很甜，对，但是你现在就是吃个新鲜啊，嗯，哎，李健就是开独唱音乐会了。对，最多雨会跟他唱两首，我就上不了了。对，哎，今天吃的比我前两天吃的甜多了，有两勾的，有三勾的啊。嗯，因为车厘子大家都知道，一开始价格就是贵。然后我从这个车厘子吃出了桑葚的味道，很好吃。对、对，那个也就用这桑葚的自然的香味。对，嗯。汁水的味道，然后呢，它过一段时间价格就会慢慢下降，这是每年车厘子它就跟期货一样，就感觉。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现在都是空运，价格就是高，等到之后海运的货到了，这价格就会更便宜。
啊，就看您如果喜欢您现在可以买、啊、还有人在卖四只小鸡，四只小鸡我跟女生说好了、嗯、回到北京他就拿着刀过来杀了，都变成公鸡了。嗯，你看大家说让你搞个春晚然后票先上预售，哪敢，不是春晚搞完了我们才能搞，春晚永远是在中国最高级的这个节目，咱这属于自娱自乐、嗯、咱肯定跟人难登台、啊、咱们不能搞春晚，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嗯、他意思是东方甄选版，咱们搞个春早，春早人家搞个春晚、哎、是吧，对，咱笨鸟先飞、嗯、对呀、啊，啊，对，咱抛砖引玉嘛、嗯、对吧，嗯，咱这属于自娱自乐，嗯，于老师你不要有相包袱，咱肯定不可能有人那么精彩，嗯嗯，那来我们找个几个各商家朋友，我们开一个自娱自乐的还是有可能的，嗯嗯，有的朋友真的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嗯嗯，董宇辉在这儿这个现场胡说，然后还有评论就是 嗯董宇辉的这个想法很好，嗯，他、啊、这个想法不错的，还在这儿怂恿呢，我人生不就是为了玩吗，如果玩了大家又开心、嗯、而且还不至于付出太大的成本，而且也不至于带来什么社会问题，我们就可以玩是吧，鸟巢呢肯定太冷了，真的是必须夏天才行。以前都往小孙带我们都是苦行僧，现在跟于老师相处久了、嗯，我现在每天就许愿。嗯，我有王多鱼呢，我怕啥？更加苦一点。你要跟着我，你肯定苦死了。我告诉你，哎，那比以前快乐多了。今天中午吃完饭，宇辉坐着我的车，我们一起跑到邯郸来，他就呼呼的睡了，完了看见我在边上用电脑工作，呵呵的就笑了，笑完就睡着了。我靠，留我一个人在寒风中间苦笑，在车上处理了一路的工作、嗯、啊！于老师平常不管喝得多难受、嗯，一上车立马打开电脑回复工作。没办法，工作太多了啊！对，你要知道做董事长是多么难受的一件事情。真惨，嗯，太惨了。对他们说不是春晚，是春晚，春庄的春啊，春晚这个可以、嗯，相当于春足球一样的那个，对，春操是吧？春操， 对，我们搞过春晚。村里嘛，咱是中关村里的晚会嘛，简称、嗯、村晚、嗯、啊。对，要不这样，我回去动员我们村上的人，你回去动员你们村上的人。哎，那我妈那广场舞团队立马就上。对，哎，我姐是广场舞队长。哎呀，他们俩巅峰 PK 啊！真的，华山论剑。我姐绝对广场舞队长，是吧？婚丧娶嫁她全去跳。现在啊，对，哎呀，老姐姐可开心了，现在。那这必有一战，于老师。我们这个叫做真正的春晚，咱这就看吧，鹿死谁手了。对，我妈也是当仁不让。我、真的，嗯，那你妈跟我姐肯定有的一拼。哎呀，那每次出去，那人到县里表演节目，那脸上画的那都不像我妈了，那妆画的就是，我也感觉好浮夸那妆。每次我回去，我一看，我赶紧躲，穿着统一的那种运动服，拉着个箱子，哎呀，跳得快的她的姐妹们，完了，狂发抖音，几乎以一分钟一条的极限速度。还算你妈跟我姐又是一路货，真的是极限速度一路带娃啊，那开心啊，那开心，卖票 PK 对。东方春晚，这真可以。东方春晚，村庄的村。嗯嗯，村民们自娱自乐嘛，咋的？嗯，然后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些中老年人跳广场舞或者跳各种舞蹈，真的对身心健康特别有好处。嗯嗯，我姐原来跳这个广场舞之前，天天烦我。嗯，是吧？没事有事就说弟弟你身体好吗？其实我知道她不是问我身体好不好，对，她是希望我去看看她，是吗？啊。现在压根没功夫理你，根本就不理我。完了，过两天说我这个广场舞队又没钱了，老弟支持一下就行。给了钱以后，半年不理我，半年以后是又发掉底薪。老弟，我这儿然后支持一下。对，越来越像家里的那孩子，大学的孩子一样，经常不发消息，没钱了就联系。对，基本是这个概念。对，赞助商于老师。我这是真典型的吃货，只要我手边有吃的东西，我就从来没有停过嘴。啊，那个是两勾，这个是三勾的，哇，这个确实更大。嗯，刘老师，你吃这个大的，嗯，这个更大。为什么是两个不一样的吗？品种一样，那个三勾，这个两勾，哦哦哦，那个更大一些。是那个这个更便宜一些是吗？对，你那个大。嗯嗯，口感什么的营养都一样。嗯，太好了。他们说广场舞越来越年轻化了。那就是意味着宇辉也可以加入了，必须的。嗯，我要组建中关村的这个广场舞队。嗯，然后对战来自江阴的广场舞队。我回去先跟我老姐先学一学。
还有陕西铜锣的，那就算我姐跳不过你嘛，我也要跳过你。哎呀，于老师，那你可得努力学习了。我不会这个让你失望的。我也不会让你失望的。对，对，对手最大的尊敬就是自己全力以赴呀。对，必须的。他们说周老师更能吃，是这样吗？你跟老周卖货的时候，那可太能吃了。嗯，老周我知道，老周其实饭量也大，他也是个吃货。对，对，胃口好啊。新东方的董事长和 CEO 就是个酒囊饭袋，没办法。能吃的人才能干的。嗯嗯。酒量就是度量。最绝的蝴蝶是首歌是吗？嗯。啊，没听过，你唱过是吧？我妈广场舞整天用那首歌。啊，真的？嗯，对。我以为广场舞大家跳的都是我们的家乡。居然好多人都能把酒囊饭袋打出来啊，那四个字。嗯。哎呀，我真是。老天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身体，怎么吃他都不胖。啊，嗯，你这太遭人恨了。嗯，镜子下好多人，你于老师，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大家不爱你了。绝对造恨啊，绝对造恨。你看老周能吃胖，你只吃不胖。老周也还好，老周他现在好像吃到他现在这个程度，他也不胖了。嗯，这什么好吃的？火锅鸡。我的天，你们今天是诚心欺负我吗？哪有各种好吃的。好，稍等一下啊。那这样来看，你这没有人喜欢你，老师你周老你于老师你活该啊。为什么活该？你这只吃不胖，肯定遭人恨啊！那他吃你也吃，你试试。我，你胖了我给你，我带你跑步，胖了带你跑步。行，大家一吃就胖啊！你再吃不胖，肯定心里不服呀、啊。嗯，你看评论区都说你拉仇恨呢。哇，你帮我拉仇恨，本来人家一点都不仇恨，你非要提醒人对我仇恨。你自己说的，是你说的，是你我。我怎么可能自己说拉仇恨？是你给我拉了仇恨，我只说我吃了不胖，这不很正常吗？你看，你看，我吃。刚才于老师，你说那个醋，我们给大家挂在了二号链接。什么东西挂二号链接？醋，河北的醋啊，真有醋啊？对，有醋，但是我们今天没带过来样品，明天可以带着。啊，没有样品是吧？大家买吧。对，大家。我今天白天吃宇辉的醋已经吃饱了。哎呀，你又来了。啊，不喝了。这个是煮好。今天最生气的是什么？一堆造娘，于慧，我给大家挥挥手，大家好，于慧。不是，于老师。于老师，你要知道，我临时联系这些人花了多钱呀、啊？我猜就猜出来了。嗯，我这个看那个就像你妈，那就像你姐，真的是，那来回路费都是我报销的。嗯，全村人都来了。嗯，这个现在还不能吃的吧？还没，都是好了啊、哦，已经好了。你们这个火锅怎么卖？还能卖火锅的居然？应该是卖里头的肉吧？这我们卖货，卖火是吧？锅不卖是吧？啊、嗯，那就好。嗯，我以为你们准备把东方的雪莲锅端了呢，真是。于老师现在发挥越来越随机，以至于我这个。找补的这个困难越来越大，你尽管找，没事，找不到也没关系。工作难度直线上是不是？反正早晚会火编的，我知道。你吃点热的，我给你盛，要吗？我不要了，于老师，我饱了。你真的不吃了？嗯。哎呀，瞧你小样，都这么小。我从来我骂你骂我没福气。我吃了，你干啥？我要吃。你吃。这多好啊！哎，这个粉丝好啊，哥们。对，粉丝没有链接。他一顿那个粉丝是没链接的是吧？链接也有链接。我给你盛一点粉丝，你尝尝。好，好，谢谢。真的很好。他一顿那个汤就入味儿了，粉丝也入味儿了。这个你看，哎呀，太好了，这个温暖的。你想古代的战士在这种寒冷天气中，要能吃一碗也只能搭个小帐篷，甚至都睡在露天。对，要是能煮这样一碗火锅。
该多幸福啊！真的是战无不胜。对呀，于老师只吃不胖，碰上这叫天生丽质难自弃。你说对了，嗯，对啊，就是战士军前半死身，美人帐下游歌舞啊，真是。好，嗯，哎，高适写这首诗就是在河北。对啊，他就是写的北京啊，嗯，写的河北和冀州啊。对对。这个汉家张守圭汉家淹城在东北，当时的东北指的就是北京，嗯，是吧？嗯，汉江持家破财贼，嗯，这个男儿当自这这个是这是横行是吧？完了天资非常赤颜色，男儿本自当横行，嗯，啊，天资非常赤颜色，啊，冲金伐骨下玉关，啊的。锦旗委夷及时间都好啊。你想当时要是战士军前半死神能吃完一碗热粉丝再去半死神的话会幸福很多啊。对。所以就是之前给大家聊一个问题啊。哎呀风越来越大了我天。就是这些诗人们还是得痛苦，他要不痛苦就没有好作品。给北京打个电话，沟通一下小盛，我们能不能下播？卑微老于，那没办法，人家 CEO 啊，听他的呀。你是董事长啊？那不管用，我现在是个主播，现在就是个主播。嗯嗯，你是热，咱就硬气一回，让他看一下谁才是老板。嗯。明天我就被他开除了。哎呀，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法上东方甄选播了，再也没法跟宇辉同台了。哎呀，对，我去，我为了能跟你同台，我也得忍气吞声啊，没办法。哎、呀这日子太难了，越想越气。嗯嗯，这个不是粉条，这是粉丝，粉条应该是宽的那种，是吧？北方人就把这叫粉条，哎呀，叫粉条是吗？粉丝比这个还细。对，我们南方都叫粉丝，啊、那个宽的叫宽粉条，对吗？那叫宽粉，嗯、对。嗯。嗯。哎，我说董宇辉又开始拱火了。嗯。没办法。嗯。嗯。绝活儿，哪属绝活儿？嗯、随时可以下播，这是小春说的吗？听您的于老师听我的那是小春说的听我的吗我们到现在卖了多少钱我看一下啊哎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没卖的赶紧上好嘞哎这个热火锅这在卖的就是热火锅是吧哎啊武松粉丝是吧哎这粉丝还不错大家买买买啊嗯对，你看网友又纠正我了，说宽的叫粉皮，圆的叫粉丝粉条，细的叫粉丝儿，细的这不挺细的了吗？还、啊、难道还有比这更细的粉条吗？有比这个细的，真的吗？嗯，比这个细，嗯、就是有时候去你去吃那个烤生蚝里头会有那个，嗯嗯那啊，就是那个这个蒸那个叫做那个叫扇贝是吧？哎，对啊，对，那个里面就更细的那种，对，那个叫粉丝儿，嗯嗯。我们此刻在河北啊，在邯郸。宇辉的牙已经补过了，这个牙在做，然后其他的虫牙已经给我补了。嗯，这个牙齿很重要，你得赶快把所有虫牙弄好。实在不行了，我请个医生把你的牙全给你拔了。哎呀，你这拔了装上一个提嘴钢牙，现在那个吃遍所有的牙齿可以打一个那个。叫不锈钢的钉子打到骨头里面，哦，那可完了，很疼。但是呢，你把那个现在的牙齿拧上去，一直可以用到80岁，一点事都没有，是吧？我就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滑冰摔掉了两颗牙，摔掉两颗牙以后，后来一直那种就是牙装了又坏，坏了又装。后来医生说，干脆就是我当时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技术种牙，后来有了这个技术，干脆给你种了，直接种到你的骨头里。嗯，来种完以后，我那两颗牙现在咬什么都行。嗯，怪不得要吃硬菜。对，那个螃蟹，那个大闸蟹，你看大家用夹子，我用牙齿嘎嘣嘎嘣全咬碎了。上一盘砖，嗯，让于老师咬一咬。嗯，于老师，我家里上的，别人是铁棍山药。哎呀，有人让你种一口大金牙。
你没有缺的牙吧？没有拔掉了就是没种的牙了吧？有吗？有缺的吗？这个有缺，哎，那你种一颗，赶紧种一颗，我这两片的牙会长歪的。我给你介绍医生吧。老周都给介绍了啊，那就很我都补了。你种一颗，那个缺的就直接种到骨头里。嗯，对，大家放心，现在我有啥困难，我就霍霍这俩老头儿。嗯。老周对宇辉比我对他更好。对，除了大事解决不了，小事都给解决。对，你看老周多好，老周请宇辉喝完酒，他老周把原来喝的空茅台酒的空瓶子，灌上了这个别的酒，送给了宇辉一箱。这原箱箱子没打开。于老师一看。卷起来了是吧？是他卷起来了，他从来没送给过我。嗯，他连半瓶都没送给过我，真是。嗯、我现在就是空手而去，满载而归。嗯，啊，嗯，下来给我们给大家上一个鸡子烧饼啊。那有人让你请余华老师给你拔，余华老师要说，我拔了两万颗牙，一万颗是老虎钳拔的。那疼死了！我以前在家里那牙疼，我还自己拿家里的钳子拔过。我天，那拔的太惨了，那现状啊！惨不忍睹。是何宝林还是谁有个相声拔牙嘛？嗯，用那个麻绳把牙齿捆住，嗯、另外一头捆在这个椅子腿上，后来底下放个炮竹，嘣一点，一跳起来，牙就拔下来了。要不你自己拔就可以这么按照这个方式来。那太疼了，那太疼了。有朋友说你这大事得你自己解决，嗯、那对终身大事确实得我自己解决。嗯嗯嗯。余华老师那次完了还说跟咱一块吃饭，嗯，然后他不就出国了吗？嗯，最近回来了没有？我改天问问。对，等他回来咱们一起吃饭吧。对，余华还有那个刘正云老师啊，他们，嗯，他们挺喜欢跟我们在一起聊天的。刘老师不是说请咱吃河南菜的吗？对啊。他一直说严谨做法，一直说他欠我们一顿饭。嗯，哎呀，我这河水里飘了一个小虫子。嗯，主要是听你讲话听醉了啊。哎呀，嗯，听得头晕掉进去。嗯，说这两不靠谱的，还在想飞过来看一看，不掉进去了。真的是哦，原来他们是因为这个才这么胡说八道的。这个河水度数有点高啊。嗯，我们面前这棋子烧饼啊。嗯，对，大家如果看，你看刚才镜头给拍到的这个月亮，跟你平常手机拍到月亮其实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是什么镜头啊？这个真的是里面那镜头，长焦、啊、长焦镜头。那镜头是不是很贵啊？对，这肯定的。老周有这个镜头，是很贵是吧？老周有这个镜头，老周是什么镜头？多少钱？六位数。肯定的，这个镜头至少六位数，十百千万，至少。所以手机拍到月亮，我给大家说，我手机拍月亮都是假的，它是 AI 补的。好多朋友还骂我说我胡说。嗯，你要搞摄影是非常非常花钱的。老周刚开始到新东方来的时候，他的一半的钱就花在买摄影机、各种照相器材上了。哎呦，嗯。真的还能维持他优雅的英伦风的生活 style。沈玉老师今晚破通宵吧，最后你来，明天早上来收尸吧。两个人在这儿仍然保持着卖货的姿势。对，两个人被冻死了，已经真的是，身体僵硬，跟那个长津湖里的那个战士一样，是吧？哎呀，最后都被冻僵了。对，嗯。只不过这个，我们。今晚这些热的饭菜啊，吃着心里还是很暖和的，嗯、没有那么冷，大家不用担心啊。嗯嗯。我跟你说，于老师，你酒后唱歌把我唱哭了，真性情。你看啊，我那个歌居然还能把人唱哭啊！他听着说，我自己都哭了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哭，因为第二天起来我一听，我说这个歌我是什么歌，很动人啊，想了两分钟才想起来唱的什么歌。他们应该越听越难受，就是于老师为啥会有勇气把这唱完的呀？嗯，唱的都是啥呀？这都啥呀？这嗯嗯，我们要真买一夜的话，真的说不定就被冻僵了。这个天气。还行，因为越来越凉嘛，会肯定会越来越凉。现在应该现在是有多少度？5度，
你不要再用这一套的，于老师，你现在就是一直伤害自己。我要卖惨嘛，就是心让大家心疼你，真是必须的。反正从来没人心疼我。哎呀，对，从小就是家里最懂事、最乖的孩子。但是我今天稍微直播，稍微挡了你一下，就有人留言说：“老头滚开。哎呀”大家也对老头好点吧。啊，他也挺惨的。我是真惨，不是装惨。对，有人说不是真的哭，是难听哭了，听得实在受不了了，哭了。朋友说，对，现在，现在有十度左右，应该没有吧？户外，没事，没有那么冷。我们开玩笑，大家不用担心啊。还有朋友说卖货，好好卖货，介绍产品。我估计这可能是当地的商家，说一晚上了也没卖几单，俩人在这还喝水喝的。我们卖了不少了，爆驴肉好烧，我就刚才卖了五单了。啊，真是啊。对，只要目标定的足够低，咱就容易实现。怎么还有鸡蛋呢？这是熟的鸡蛋卖的是吧？对，是的。人那天麻酱鸡蛋买的时候就熟的，熟的是的。好嘞，我来试一个。那天晚上老周来。他们给定的卖货目标，连我平时卖货目标的一半都不到。为什么？大家看到老周就不想买了？不是，老周来要聊天的嘛。然后呢，一会儿会儿，老周还特别在意结果，卖了多少？还一直很在意，一直问导演，我实现目标没？实现目标？导演说实现了，真棒，朱老师120%完成。老周很开心，得到了鼓励。哎呀，那我要常来。我说老周，你没有发现你这目标定的低啊？他不知道平常我的目标，他说啊，得想办法把事实让老板知道。可怜的老周，更可怜的老于。哎呀，你又开始。好，我要吃鸡蛋了啊！哎，我怎么一直吃不饱啊？是我有甲亢吗？没，这说你胃口好，你白天消耗的快。于老师呢现在很心疼我，就是现在他去地方学校了嘛，然后他有时候就自己去了，我给大家讲，我当年在西安学校的时候，于老师当时去西安啊，那会儿呢，他就站在那儿，真的跟吉祥物一样，别动啊，所有人过来跟他合影，现在总算有个替身了啊，有个替身，对，有所有人过来跟他合影，他几乎就是2到3小时站那儿一动不动，保持着微笑的姿势，啊，都需要僵了。我们去年在古北水镇那一次，也是在那合影。我哎呀，你这骂我啊？那酒囊饭袋，我自己说自己的。这个有人说于老师你就是个酒囊饭袋，哎呀，真是太过分了。这就是纯纯的嫉妒。啊，就是吃不下。跟我一样，可能吃胃口不太好。我自己说自己可以，为什么要骂我？真是别骂他了，别骂老头了。说宇辉，你这是两边拱火，估计拱得差不多了。哎，我看你们打起来了，那我就退下了，哈哈，任务完成。对，我已经准备回去找老周算账了，真是。对，嗯，对，老周在的时候就拱老于的，嗯，啊，老于在就拱老周的，嗯，对吧？宇辉吃胖了算工伤吗？宇辉其实还没吃胖过，是吧？哎，我也胖，我鸡蛋是咸的，咸香咸香的，对，有点像咸鸭蛋一样。于老师，嗯，有一条消息我都不知道该读不该读。你读啥？有一个人说，于老师，你把家产分董宇辉一半，我们就心疼你。那他也不是说好了吗？先叫我爸。来来来。嗯，鸡蛋好吃吗？我卖货，我能说不好吃吗？真的是，真是。我们鸡蛋已经1500单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啊！这么快，于老师还得多吃啊！于老师吃一下就卖1500单。对，我这个鸡蛋是比那个纯粹的咸鸭蛋要多一分香味儿，那种鸡蛋香。嗯，这孩子太皮了，非要搞事情。嗯，这就是我人生的快乐。宇辉不搞事情他睡不着，他搞了事情又睡不着。不搞事情呢你觉得无聊，搞事情你觉得兴奋，不是还想继续唯恐天下不乱。嗯啊，
秦东方每个人都觉得唯恐天下不乱，我觉得。来，得乱啊，乱了才有机会。嗯、好，继续上货啊，除了鸡蛋继续上啊。下一个是玉米啊，下面还有啥？玉米面粉。玉米面粉，对，哎，这玉米面粉是那个特别细的那个，一搅和以后就是放，煮一个玉米糊，是哪玉米糊粥，对对对对，马上。然后我一进北大，大家就因为这个玉米糊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玉米糊。我先看一下这个，就是原料玉米面。哎，这个好、嗯，你知道那个我们北大那个八零级，明年要那个四十年在北大就是离开北大四十年聚会，嗯，完了大家把当时我们在食堂吃的所有的。饭菜列出来让大家挑，嗯，回北大，我一弄全是出来就飘出来了，嗯，特别细，对，它是像粉末一样的玉米面，你看，像粉末一样的玉米面。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没吃过一个饭，于老师，嗯，就是热水，然后拿这个放里头搅、哎、搅搅。北大当时就是就北大就是这样的，我们有吗？有，搅的就最后。然后吃的酸菜吗？糊糊就特别好吃，对对对，然后搭配酸菜，对，叫棒子粥嘛，嗯、棒子面粥。北方人把那个叫搅团是吧？啊、哦，我倒不知道叫搅团。然后它也可以通过一个有孔眼儿的那个勺漏下去，漏在凉水里叫鱼饵。对，然后呢，北大就调查这个说你们回来最想吃什么，结果排在第一的就是棒子面粥。嗯嗯，搅团，你看有人知道啊？对啊，嗯，陕西叫搅团，那个可喜欢吃了。嗯，我们直到现在一回家。我妈妈总想着给孩子做点好的、嗯、我说别做好的、嗯、就做那种饭。嗯。很接地气，然后自己家酿那个酸菜、嗯、很有味儿。哎呀，我不知不觉二两下去了。真的。也是人生的乐趣，于老师。对啊，那当然。难得有个乐趣。嗯。嗯。挺好的，得有点、嗯、得有点你喜欢的东西、嗯、要不然。再来个棒子面粥就好了。就。棒子面完了还有什么？好，放好，最后五分钟啊，我们在说笑，最后五分钟就下播了啊。对，你们也带，你们也很认识地上。哇，真的好。对。啊，它这个还是有是粉末状，但没有做到特别面。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北大这个早饭晚饭吃的这个棒子面粥，就特别糊糊。对，它还是有这种渣的，陕西那种就把它磨的跟那个面粉一样细了。啊，然后。然后呢？像浆糊一样，像浆糊一样搅出来。对，嗯，这个也挺细的，还行。嗯，嗯。有朋友说你俩通宵吧？通宵？你看这是，你看说冻成雕像，真的是怎么能说出来这么难听的话？真是，这么绝情。嗯。哎，大家多拍点，我们就多持续几分钟。肯定是东方小孙的小号，让我们通宵。哎，这个棒子面居然卖了这么多了，是棒子面吗？棒子面已经5000多单了。啊，这么快啊？都卖6000多了。哦，6000多了。说明大家是真的喜欢这个。我这个就是，也很便宜。用开水搅一下，这个喝起来特别舒服啊。对，冬天然后再配上各种菜。嗯。我们以前冬天就吃那个玉米碴子，嗯、就很细的玉米丝儿、嗯，然后煮那个粥放。我在。那你说完，然后再咸菜、酸菜，冬天。对，我在到北京以前从来没喝过棒子面粥，嗯，所以第一次我拿着饭盆去打粥，我说给我来碗粥，我以为是白米粥，啊，出来一碗棒子面粥，我说这不是给猪吃了吗？啊，人怎么能吃呢？啊，他说我们就吃这个，后来吃、嗯、第一碗吃就喜欢上了，饮食习惯的差异。关键是我第一碗吃就喜欢上了，对，所以从此以后在北大四年就每天早上都是棒子面粥。你看，所以还是要打破偏见，勇敢的尝试啊。对，啊，像好多人说这个河北的美食，嗯，它其实就是因为确实在一个融合南北的地方、嗯、啊，所以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标新立异、嗯，但实际上它也很好吃啊。嗯、啊，要打破偏见，敢于尝试呢。嗯嗯、老于吉阿姨单词还记得吗？还能记得一半吧。另外一半忘掉了，还给董宇辉了。于老师是词汇量特别大，所以当年编了好多大学生的书，对，到现在都很受欢迎。现在已经忘了一半了，真的不用就会忘。嗯、对。有朋友说现在厦门穿短袖的，你看我们国家南北跨度多大呀、啊？嗯，八点，给我们点补贴，我们让小宋给我们点补贴，我们就不到八点。
真的冻得很厉害，这个风是穿透的，我可不想把雨辉冻病了啊。其实于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特别冷吗？嗯，因为你在风的上口，你把我当挡风墙了，你把风挡了，所以我不冷。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呢？真是。所以大家看，哎，于老师冻都有鼻涕，雨辉怎么没事呢？你们没看见雨辉鼻涕蹭在我的羽绒服上了已经。哎，玉米面卖没了，大家还要玉米面，你看这就这种接地气的东西。对啊，以后我们就要多找点这些接地气的东西。对，是一卖就是几千单几分钟就没的，表明了真正老百姓的需求啊。有朋友说粥里再放点红薯块，哎呀，我这要么是河南，要么就是山东，这个河北这一带，山西这一带的人，夏天吃不完的豆角子啊，豆角，长门的豆角，冬天就是玉米碴子里头放红薯块，陕西也是这，其实，好了，我们到屋里继续播，这会儿没有屋里，对面是庙门，到庙里继续播，对我们进去不好，对，肯定不行，大不敬，对，不行不行，不合适，对，安徽也是，山西也是，是吧？对。网友们还是挺喜欢两个人我们在一起播的。对，插科打诨呢。对，你也相对轻松一点，比一个人不要轻松一点。哎呀，那这真的太轻松了。对，尽管卖的货少了一半，我成起来捣乱来的。于老师，咱不要在意这些。我是坚决不在意。咱追求的就是快。然后我们面前的这个是，也是我们的河北特产安徽板面。导演，你闭嘴吧！导演说，面前这个是河北特产啊，正宗的安徽板面。网友，这是一个梗，于老师。河北人民肯定骂死我们。正宗的安徽板面是在河北石家庄。啊，板面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在第二份丢火锅里煮一下。哦，是这个啊。这个不就是那个宽面条吗？对对，板面对，这种宽面条可香了，这个面真的吗？嗯，我放在里面能煮吗？能，可以的。这个直接泡都能吃，都能吃。不会吧？已经它本身是熟的了，已经是吗？不会吧？吃板面呢，就是这个鸡。它应该不熟吧？不熟不熟，煮一下。对，要煮的吧？对，我在办公室里泡过好几次这个。对，吃完面我们就走一回啊。好。对，吃完面，吃完热气腾腾的面。这种面能你呢回去回忆起家乡的味道。哎呀，刚买了这个包括棒子面的朋友啊，再来一包正宗的安徽板面。河北版的。哎，这个板面看上去很好，关键是。对，就像那个说什么重庆辣子鸡，重庆鸡公煲还是啥。对。重庆人表示没听说过，因为那个人叫张重庆。哦。他不是重庆的，那个人名字叫张重庆，欺世盗名啊！这是，好多人以为哎是重庆人的，到重庆找不到。于老师，大家还听你还想听你唱歌呢？不唱不唱。现在还唱歌？现在我唱歌全是颤音。哎，这才深情呢，于老师啊！怎么什么就老了？对，那个怎么唱来着？我都不会唱了。一不小心就老了。对，怎么上了就老了，熬过了所有的苦。当我熬过了这所有的苦。想要找个地方放声大哭。你要是这，我先跟你商量好，我以后多生几个孩子，然后你就直接就这样带着就行。哎，你把孩子交给我带可以啊。肯定带的不上道。这啥？余辉准备的书看一下。还要讲吗？没有书了吧？就那个《红楼梦》和那个吧，《魏征》吧。哎呀，就那两本书，就大家买就行了。哎，对。还有最后两个品，我们一起放上来，大家可以排一个。放，你们说什么品，我们就说就行了啊。一个麻糖，嗯。然后一个君乐宝。嗯。君乐宝牛奶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马上准备下播了。嗯。这个面开始好了啊，对，所以我丈母娘以后不用担心我这个管孩子的问题，对，交给我就行。老于管半年，老周管半年，你只要不怕我把孩子带歪，哎呀，就交给我，
保证带他上天落地。那还说不清谁把上房上房揭瓦，下河抓鱼，我全能教出来。那说不清谁把谁带歪了。看来我们穿上军大衣继续播。你静静说这话，真是不心疼我，不让人心寒啊！嗯嗯，那还有纯牛奶，不是我们自己的吧？不是，是君乐宝的啊，君乐宝的啊。那我没，我也没听说过这个品牌，你没喝过吗？的没喝过，我喝过好多啊，真的，嗯嗯，喝过好多，是他们家那个酸奶。因为我牛奶对不耐乳糖不耐，对，所以于老师不太喝。对，我就所以对所有的牛奶品牌我几乎都不感兴趣，因为我没法喝。有朋友说、嗯、董宇辉，那你跟谁生？导演把这个问题屏蔽了，这个问题太具有攻击性了。好嘞、嗯、怎么能这样问话呢？啥跟谁生活？对，我说不是让你以后帮我管孩子，他们说对，行，宇辉，那你先说你跟谁生这个孩子、嗯、这问题我能回答你吗？这是把这个问题拉黑了、嗯、好嘞，真的是不会说话呢，以后想跟谁生就跟谁生。哎呀，净戳人痛处。嗯，对，我根本就不管谁生的，只要是宇辉的我就带。嗯，来点面条给你。我不吃了，于老师啊，你这么吃了？真吃不到这么好的面条，我的天，这个面条可太好了，不是一般的好。嗯、你看，这宽面条，给我来个干净的碗吧。这儿有，来来来，那上面那个碗，于老师。对你旁边那个啊，对那个吧，来了，哎，有了有了有了，没事。于老师，改天咱去陕西，我请你吃面。对啊，我喜欢吃面嘛，你不知道？嗯，这个有点像这个河南的烩面的感觉了。对，就是薄一点。哎呀，那要用羊肉汤呀。对，这个火锅里就是羊肉吧？这火锅鸡。啊，火锅鸡啊。于老师正在吃的面在哪？你那是在二号连接是吧？还有朋友说预告写的是19:45，你们俩提前下班了。我们就是都这会儿了，还算得这么清楚啊？我们提前10分钟下班是为了向东方小生挑战，他规定我们是，我用董事长的名义提早10分钟下班。哎，对，哼，话听了，但是听的不多。对，嗯，真是。哎呀，咸鸡蛋加点面条真是太好了，这就是幸福生活啊！于老师早餐喜欢咸鸭蛋煮粥。对对对，幸福生活那么简单啊！谁能想一个老板吃的这么朴素？嗯，装的装的。哎呀！哎呀！于老师喜欢几个食物啊？面，对，然后呢，粥、咸鸭蛋、鸡头，嗯，还有猪蹄儿，嗯，啊，好吃，嗯，已经有人开始叫我外公了，他们管你叫外公，外公啊，想让你带他们玩呢，对，嗯，跟老头玩确实挺好的，嗯、那一路好吃好喝的，对，这个面真很好吃啊。嗯，现在在我们的一号链接，薄薄的特别入味，2500单。所以我今天又吃了你的10倍粮食，我发现哪有，差不多没有，你干活也干得多，没事。还有哪个没卖的？都卖过了，没有了，都卖过了。对，我们可以预告一下明天的开播时间。明天我们是晚上开播是吗？上午10点，明天宇辉不在了啊！明天我不在，你们就10点。今天让我早上7点多起来啊！没事，你放心，我明天晚上10点开播，开到开播10点半结束。故意的吧？今天，今天让我一大早就起来，也不用说。对，主要是我的问题，我说我想念宇辉，让宇辉早点起来。对啊，镜头月亮好看，嗯嗯，对啊。太好看了。有朋友说老周老于替你带孩子你干啥？我跟我媳妇儿世界旅行啊。就是对，没有什么不孝的子孙的。让老爷子我回来给你带那个啥。你要把孩子给我带了，你爸爸妈妈都把我给揍死。哎呀，那我家孩子你带啥呀？那不会的，那不会的。不是，我真吃不动。嗯，你真吃不动。嗯，我来给你带特产。我是真吃饱了，我现在已经吃的饱的不行了。
我们去河北旅游回来给你带正宗的安徽板面。嗯。我明天就不播了。对，你会明天休息了。小生希望那我们的一些优秀的新主播也露露面。嗯。明天是导演，明天是谁？明天糖糖。糖糖。对。后天是？后天是思雨。嗯。思雨。明天糖糖，后天思雨，还有吗？舒扬。大后天谁？舒扬。舒扬。对。对。全是咱的新的。舒扬。然后再还有吗？再没了。23号咱都结束了。对。明天是糖糖，后天是思雨，再后是舒扬。啊，对，我想起来。我其实我也想跟你会回去，但是我答应了河北领导朋友，和我们两个至少留一个。你先忙。嗯。你忙完了，我跟老周先去你家先学看怎么杀鸡。最好是这样，我在这播的时候，你们俩就去把那个鸡杀了。一眼不见心不烦。对，免得我回去了舍不得啊。网友刚才还说呢，让我养着，可是太烦了吗？嗯，我们把鸡一杀，然后把你那些好的酒也翻出来，变成一麻烦了，真是。那去随便拿。老周家里的酒比我好，所以啊，那先去他家拿行。我家里都是什么衡水老白干之类的。嗯，我家里真的好几箱衡水老白干。嗯，衡水老白干老总送给我的，放家里好几年了。行，所以也变成老酒了。对，那也是好东西，请带。嗯。然后等你回来，我们在那个吃完的鸡汤里给你煮上一份安徽板面。最后给我留满地鸡毛，差不多。一地鸡毛，太惨了。观众说听得我拳头都硬了。老周和宇慧，你们俩不要欺人太甚。后面什么楼？后面是邯郸的丛台，明天，此刻我们背后是丛台公园啊。对，对。导演，你用那个行程表吗？我给大家说一下，有朋友在问明天、后天、大后天的行程是啥。别倒了，哎呀，我们差不多了，你们剩下的你们赶紧吃了吧，你们也真的快吃吧，别浪费，别浪费，我们吃过的剩下的开包的，你们都想办法吃掉吧。还有15万粉丝在上面，看到了吗？是吧？嗯，我只能看到10万加。嗯、对，10万加，但是背后有人说了是15万。哎呀，感谢大家呀！谢谢大家，看到我们两人在风中凌乱，真的是，今天绝对是在风中凌乱，痛得我手都已经好了，又没风了。我手真的冰凉、对啊，为什么你的手那么热？难道你的血气比我还要好吗？于老师，那穿薄的，结束吧，结束吧。没事，没事，没事。第三天开始就行，21号。第三天是清西陵和狼牙山。对。第三天不是第四天。第三天是正定古城。对。明天有龙兴寺、荣国府。明天是我。然后直隶总督。对。啊，然后后天是清西陵和狼牙山。嗯。然后大后天呢是这个吴桥杂技大世界。吴桥杂技。沧州铁狮子旧城。对，都是我带着孩子们走。还有大运河。我带着孩子走。哎，刘队家是不是沧州的？一位，刘队家沧州的吗？你家是保定的，保定的。你家是沧州的是吧？对。哎，那到保定了，刘队跟我直播吧，刘队。可以，你可以跟去保定，完你休息天假去。好吧。于老师，那我们预告一下明天的开播时间吧。明天开播时间几点呀？10点。10点啊！明天10点，对。跟糖糖。那就10点吧，对，没关系。明天早上10点钟，我正式出现在镜头里面。对，谢谢大家。那我们跟镜头拜拜，差不多了。宇辉，你还要跟大家说什么？没有了，今天这个该说的都说完了。但是这一趟河北行，我觉得还是非常，给人惊喜的。因为我们在北京啊，因为大家知道自己的生活各个方面，如果想要方便、快速、安全，然后又很实惠的话，其实河北其实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首都嘛。所以那句话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河北，好多朋友说给北京和天津的朋友。首先，当然，北京和天津朋友，大家周末可以多来河北走走啊，这样你也能看一些这个河北的风光，尤其去这些博物馆里走走，它可能就避免了很多的人的拥挤啊，也算一个周末让你放松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其实离河北近，你像河南啊、山西啊、山东好多对都可以，现在高铁方便，对，
就是祖国这么大，然后历史那么悠久，然后故事传说又这么的丰富，一定要来，要体验，要观看，完了你才有感受。不管是它的什么历史啊，还是成语啊，还是食物呀、啊、还是人文呀、啊、其实来了就有感受。这次至少大家通过这个镜头能看到是真的热情。那天在正定我们直播那么久，外面那么冷，大家一直省，包括今天现在估计下面还有人在等。肯定有，所以还是非常感动。反正是等你，所以我也无所谓。又来了，又来。我们一会儿结束就看一下于老师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对于老师是如何热情的呼应，好吧？又给我的脑袋看过你那些，一会一会，我说同志们好，一会一会。行，我明天就改名了，我明天叫于宇辉。就还是还是于老师好，于老师好。谢谢大家啊！那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嗯，好，就跟你说拜拜。于老师，那是好，那句话是要说吗？对啊，对啊。哦，还要说一句是吧？好，这个都恶人我来当，真是。最后感谢我们的最佳拍档，吉利银河，座椅舒适，续航也给力，全程陪着我们，完成了今天的旅行。是这么说的吗？广告，大家就是感觉有一些生硬。谢谢大家，毫无铺垫的植入，那怎么办呢？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宇辉呢，这个连续辛苦了两三天了。哎呀，我应该的。对，所以呢，明天呢，宇辉会明天稍微休息一下。我呢，带着小伙伴们，继续在河北还有三天的行程，这个我要把它走完，也答应了这个。我再上播是哪天？有朋友在问，没事，于老师您先说，您说。你那不应该下个礼拜了啊？大好，你得问大好了，可能。25号应该是。好，谢谢大家，那咱们就明天见了。好，再见。